驾着一辆保时捷的手镯毛坯现场起货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这条手镯呢，是一个姐姐给自己订的生日礼物。起货之前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品质是非常好，料子又质细腻，干净通透，绣花也是非常的有意境的，像一幅山水画一样。这种镯子一旦打磨抛光出来，效果是非常美的。那么这个镯子起货能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呢？我们一起来期待。姐姐的手镯已经起货好了，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手镯的起货，真的是超乎我们的预期。你看整个的光感都是快要一出来了，而且还是满圈的飘花，极富意境，底妆也是很均匀干净的，球形也是非常的饱满，再加上极富意境的飘花，优雅贵气就不言而喻了。